别动，荣哥，到了吗？看，你长得像吗？ 小小，我妹妹。你还记得你有个妹妹？行啊，命挺硬的，没白跟我这么些年。嗯。
来，喝，来来。干爹，红刚来了。你们先出去，来。坤爷，交易没完成，一定是有内鬼。现在柴火连空，人也不见了，那个姓林一定是有问题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受磨练，与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怀悲哀，在分别转又转，风中相处，雾里快乐回旋。无用计较，把欣赏身边美丽每日天，毕竟良辰在脚边。来的野狗在这乱叫。愿将欢笑声，都是野狗啊！说了。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滚！开呀！啊，有胆就开！开呀！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代价都是兄弟，不管谁是内鬼，把他救出来，弄死他！哎，来来来，接着，你怎么长大啊？真笨。你衣服脏了，穿上吧。谢谢。荣哥，哥你回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啊。哎，小雅，注意安全哦。把你当亲兄弟，我信你，
这回交易失败，一定要把内鬼挖出来，给帮会一个交代。还有，洪坑那小子一直当我是眼中钉，你也要当心啊。放心吧，荣哥。来，给我吧。你若是甲欺负我兄妹，你白读下伊的一支卡一支手。我哪有？我哪有？哥，你看这里这么久，家乡话都忘了，就别说了吧。哦，好，不说了，喝酒，喝酒。来。小雨啊，今天生意好吗？嗯，今天生意很好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喝，我先进去做账，我都做不完。哦，不要再抽烟了啊。嗯。风平浪静的生活就好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阿天哪，这么些年我们打打杀杀是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赚不够多的钱，到时候找个安稳的地方过安稳日子。我不想小小跟着我受罪。其实我觉得这次的事没那么简单。等我忙完手上的活，我打算带着小小再不回来了。阿天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吧？反正你一个人也无依无靠的。再说吧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来这里的那天吗？好傻，跑的鞋都掉。我以为你刚才在笑什么呢？现在想想，刚来这里的时候确实挺傻的。好多警察。
过这片树林，前面就是边境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那边有人来接应我们。ตัวลิงกวนหลงไม่เจอครับให้ตามแค่นี้ยังต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ท่าเรือท่ารถผมคงไม่เฝ้าดูต้องสืบดูซิว่ามีใครที่ร่วมมือกับมันอีกครับรออะไรรออะไรไปครับ答应你们的东西一定会给你们的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你们答应我的事儿也一定要兑现，好吧？荣哥，办点事儿出去一趟。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麻烦你开快一点。老板，您请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这个小子把东西给交出来的，他搞不出什么花样。
这是林国龙的手机的，上面有传给警察的讯息的。啊？啊？洪刚，你小子用心良苦。哎呀，你自己做了是吗？ 自己就清楚了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话可说吗？要不，咱俩换个位置，我慢慢说给你听啊。龙哥的位置，肯不敢当。哟，不会吧？现在的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？ 这么大的仇家，你不就是想我死吗？狗！就算是我死了，你也做不到。狗！ 答应你们的东西一定会给你们的，你们答应我的事儿也一定要兑现。老天呐，这么些年我们打打杀杀是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赚不够多的钱，到时候找个安稳的地方过安稳的日子。等我忙完手上的活，我打算带着小小再过。 叫你杀佢噶？证据确凿，他就是内鬼。算了，看哪里有帮助。奎爷，你放心了。
只要你把地盘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做比他更好。走走走，去去。你也消消气，说不定洪康也是为了兄弟们啊。林国荣就这么死了，你跟踪了几年的线索可千万不能断。林国荣死了之后，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说是要交一份名单。我怀疑林国荣的死跟这件事情有关。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，一辆黑色轿车被撞车翻，事发现场并没有发现车主及肇事人员，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。可为哥，我在新闻上面看到你的车出事了，你人还好吗？小小，我是一天，放心吧，你哥没事。为什么是你接电话？我哥呢？喂，喂，答应你们的东西一定会给你们的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你们答应我的事儿也一定要兑现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这一切都是洪康安排的。坤也知道这件事情了。这个人野心实在太大了。他可能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你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哎呀，坤爷啊，点会喺呢啲咁嘅地方会撞到你嘅？唔加，仲啱啊！嚟我房，请你饮酒，最后一嚿，最后一嚿嚟啊！
乜嘢？我覺得我哋呢個交易要改下辦法。點改啊？不如回家。有咩資格我講？哎呀，坤爷，咁醉酒开玩笑啫嘛，你开玩笑懂吗？别那么紧张。来，各位坤爷，坤爷慢行啊。我请他几次，跟着他。我哥他人呢？你哥他没事。那你干嘛不找他嘛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要再喝酒了。你哥真的没事。那你带我去找他嘛。他出去办事了，这次可能会出去很久。哦，对了。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说是这个可以带来好运。东西呢？你谁啊？名单到底是什么？钱唔系问题，可以咁话 ，OK。坤爷，怎么了？他们被警察抓起来。不过，被故意故意骗，把他扔海里喂鲨鱼。叫他有结果，这份名单。是山东集团的交易，拿到它，我们就可以将犯罪地点移除，
你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我们，找出名单的下落。谢谢啊。客气什么呀，杜先生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，坤爷和洪康正在到处找你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杜一天，你这个蛇内鬼，这里有你想见的人。洪康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好啊，拿你的命来换。杜一天，我在一个仓库里，这里有很多。你不能去啊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答应过荣哥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乔乔。你也答应过我的。我再问你一遍啊，名单到底在哪？知道。到底名单在哪里？你这个死人吧，昨晚很低调。
你再不说的话，我就会让你去见你哥哥。坤言，啊，放心的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林国荣的妹妹，你在我的手里，交回了名单，咱们就安全了。你放心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小小，总校，我就无依无靠，没有家人，是我哥，他把我带在身边，保护我，带我长大。虽然我恨透他混黑社会，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坏人，他就只是想要让我过过好生活。你知道我哥对我来说是什么吗？他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之后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疼我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连他的命都保不住？是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你知道当时荣哥死的时候，他躺在了我的怀里，
我有多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骗你，我是骗了你，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吗？我怕你难过，我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笑笑，龙哥是走了。 相信我，你还有我，我不会再骗你的。<笑>我们。 名单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再追查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安排你离开这里。找不到名单，我哪里也不去。笑笑，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。洪康的个性你很清楚，找不到名单他是不会罢休的。那你一个人要上哪去找？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这边。 把尸首放了，！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打？你不是想要名单吗？名单就在我这儿。
我哪有？要是什么时候能过上这种风平浪静的生活？